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又来到一个礼拜一次秋风周报的时间啦。本周大事就是秋风买了 Switch， 然后在昨天呢也开始玩了《萨达传说：旷野气息之息》。他那个翻译不是我原本习惯的翻译，所以常常念错。不过没关系，玩了之后真的觉得。神作啊，对各位，神作啊！那我还有顺便玩了一下《奥德赛》，那目前也在连载当中，大家也可以投票。那这礼拜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这礼拜超冷，冷到我快不行了，完全不想离开家里一步哦。啊，真的超级冷，接下来应该还会再冷好几天，大家就注意保暖啊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冷也好啦，也才像冬天，不然一个冬天动不动就二三十度，像话吗？对不对？这样也是好事啦。我们今天的秋风周报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